历史老照片，第一幅民国女神林徽因，第三幅翁美玲的初恋男友，这张是林徽因最美的照片之一。她是才气和美貌并重的女子，民国女神级别的人物，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方面成就斐然，东西方优秀文化等完美结晶，难怪梁思成会宠爱她一生。这张是希特勒和爱华不劳的合影，看来铁汉也有柔情的时刻。爱华不劳是希特勒最爱的女人，也是令他放下心房的女人，他们的爱情故事直至二战结束才为人所知。这张是翁美玲和初恋男友的青涩照，当时翁美玲去英国读书后，初恋男友去英国看她，拍摄地点是伦敦。那时的阿翁真的好清纯，杨丽萍自小就酷爱舞蹈，虽从来没有上过舞蹈学校，但其深厚的舞蹈功底令人惊叹，并以孔雀舞闻名。杨丽萍也是距离自然和上帝最近的女人，周身上下散发着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，越活越精致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